你好，你是燕燕吧？嗯，你是勇哥吧？啊，勇哥，看把你给勒的。没事。燕燕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你先说嘛。你先说。燕燕，你看我这出门太急了，我也没换个衣服，你别生我的气啊，都是因为工作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勇哥，没事的，我们是过来相亲的，又不是选秀，不要紧的。其实吧，我这个人特别的实在，咱们呢就不要整那些虚的了。对，实在点好，实在点好。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啊。勇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是在工地上班，一个月才挣3000多块钱。那燕燕你呢？我在一家公司当人力资源部的经理，工资差不多10000块钱吧。哎呀，燕燕，你条件这么好啊，我怕我配不上你啊。勇哥，你别这样说，钱够花就行，对吧？燕燕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很有思想啊。勇哥，你就不要捧我了。那燕燕，你对房子有什么要求啊？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心好就行，剩下的可以一起奋斗，钱是可以赚的嘛，没有关系。燕燕，像你这样的女孩现在已经不多了。燕燕，你看这次相亲你给我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吧，你这个人挺实在的，不装，跟你在一起啊特别的踏实。那你感觉我怎么样啊？燕燕，你很优秀，我怕我配不上你啊。勇哥，你千万不要自卑，我觉得吧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，是吧？是呀，燕燕。哎，对了，这马上到饭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行。我请你。不用了，咱们 AA 制吧。哎，好，走。走。嗯，我接个电话，爷爷。喂。啊，我没空签字，你去走溜走嘛。啊，好嘞。哎，爷爷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觉得吧，你这个人特别的诚实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骗子。爷爷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是一个农民工，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总。我之所以这样骗你，就是因为我以前谈的对象，这些女的都是因为我的前任嘞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我要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心会无法安定啊，这样对我们都不负责任。那这次你没有骗我？我发誓，我这次肯定没骗你。勇哥，你感觉我是把钱看得那么重的人吗？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跟我踏踏实实一起过日子的人。燕燕，我就是一个可以陪你共度一生的人。那好吧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哎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走，吃饭去。哎呀，今年这大白菜长得挺好啊。哎，燕娃娃，干啥呀？你这一天一惊一乍的。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？不是，你不知道吗？啥事儿啊？哎呀妈，咱们村长没了。妈呀，村长没了，干啥去了？哎呀妈呀，还干啥去了？这找阎王爷去了。哎呦我去。哎呀妈呀，这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不昨天晚上的事吗？这也太突然了吧。哎呀妈呀，老突然了。这不是这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妈叔叔阿姨们
这都帮着写追悼词呢，说这村长啊为人民都挺好的，想让他风风光光的走。我这一瞅啊，这帮人也没啥文化呀，这咋整？哎呀，不是我说啊，就咱村那一群老头老太太的有啥文化呀他们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那前两天不是城里来个小王吗？他有文化。小王啊，我觉得不能行。咋的啦？这前几天出了个事儿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前几天这个老大爷老大妈们啊想上电影院去干个电影，都不知道看啥电影好了，这寻思这城里来了个小王，他能懂吗？是吧？他就想请教小王给推荐一个。你看这小王给推荐个啥？啥呀？这电影名啊叫哪托。哪托？这推荐完以后吧，这大爷大妈们就赶着马车赶紧去城里去看电影啊。这到电影院以后啊，找售票员要票，说看什么哪托。这售票员一下就懵了，说我们这儿没有哪托呀。你猜这最后这电影名叫啥呀？叫啥啊？哪吒。哎呦你妈！你妈呀，那哪吒给叫成哪托了？你说他这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？对呀，按理说小王是城里来的是吧？啊，那怎么着也得上过大学吧？是啊，白扯。那怎么能没文化呢？哎，这样吧，那这追悼词就交给我了。交给你？不是，这交给你能行吗？我在咱村啥文化你不知道啊？哎呀妈，还啥文化？初中毕业吧。再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再想想。高中，上了15天，在学校里谈对象，让校长给开除了是吧？不都你吗？净瞎扯，啥玩意儿？又没人。没人不准瞎说。那行，那这个追悼词交给你呗。行。哎呀，你说，咱村这些老头老太太，就所有人吧，是吧？哪个有我有文化？是不是？那是。我敢说第二，就没人敢说是第一，是吧？也是啊，就你上高中那几天在学校里处对象。让校长给开除了，也用你了。你甭管我上了几天学，你就说咱村里人哪个上过高中？也是，是吧？那这追悼词肯定得交给我吧？那必须的，肯定交给你啊！哎呀，行，那我先把活干完了。你心咋这么大呢？还有心思干活呢？你赶紧写追悼词吧！你到时候明天村长走了被埋了，你还。你信的白龙菜呢你。是啊。那行吧。我今天就给你写出来，你明天来这取吧。那行，你抓紧时间，我明天来取啊。那行，哥走了。行，你慢走啊。啊。哎，我就说吧，这一天天的还得靠我不是。小词儿写的，谁能有我写的好？真好，看呀！写板板啊，写板板，怎么写咋样？写好了。哎呦，整的都明明白白的了。明明白白的。哎呦，那我念念啊。哎呦，这小词儿整的脑袋硬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早上好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一世良缘同地久，百年佳偶共天长。哎呦我去！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在这阳光明媚、春暖花开、歌声飞扬、欢声笑语、福星高照的美好时刻，哎呀妈！哎，叶老师，你这小词整的脑袋硬了。
待见了。就是有文化，比我有文化啊。那是。哎呀，请允许我代表村长，以及村长的爷爷奶奶，还有村长的孩子们。哎呦我去！能在百忙之中放弃耕地，放弃摘菜，来参加本次追悼会的父老乡亲们，表示最崇高的敬意。还是你我，真棒，真棒，这表示最崇高的敬意，嗯，和最真诚的祝愿，嗯，对，请代表我们向家人们问好啊，这是向啊啊，向啊。请代表我们向家人们问好。最后伴奏啊，嗯，好日子。滚！不是，叶寡妇啊，你这么写不合适吧？咋不合适啊？你看这村长没了是吧？啊、嗯，你给他个到追悼会上，你给他放一咔一放音乐，还来个伴奏，好日子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个好日子呀，好日子。你这一放，那村长人不得削你啊！啊？那我当初不是给你写的词就放着那个好日子吗？好啥子？你我那是结婚的时候，你那不是给我写的喜结良缘吗？那不是？那对呀，那你结婚前我就给你写这词儿配的这个歌曲音乐呀、啊，这。上一拉边去。你这样村长没了，你给他写个好的日子，这样不好是不是？你整岔劈了，你都。那我整岔劈了。你回去好好改，这词哪行啊？不行，我没时间。你干啥啊？我待会儿吧要去看个电影。就是哎，你前几天不是说的那个电影叫啥啊？哪托啊？我待会儿啊我要去看。我不是前几天刚相中一个小光棍吗？我待会儿啊我们去看电影去。你看看，你成天的就知道花拉光棍花拉光棍了。那谁让我是个寡妇呢？行了，我没时间搭理你，我约人了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不是，哎，叶寡妇叶、啊，你说你心咋这么大呢？这好日子也不行啊。哎呀，那我换啥？哎，换个洗刷刷呀。洗刷刷，行啊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